师。学生好。老师好。请坐。我们今天来继续学习十二课，一起把题目读一下。孙大天他奋学志气。我们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呢，认识了一些词语，来，我们来读一读。来，谁来这个自告奋勇的来读一下？来，这个李舒淇。努力读书，自处游历，牢记嘱托。好，请坐。来，陆泽一，你来。努力读书，四处游历，牢记嘱托。飞来横祸，悲愤交加，忍辱负重，辉煌著作，耗尽心血。辉煌巨著。我们一起来一下，在我们读这个词语的时候呢，我想让大家在脑海里面去想一想，通过这些词语，通过上节的学习，你觉得司马迁他经历些什么？尝试用上这些词语来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，明白了吗？来，努力读书。努力读书，四处游历，牢记嘱托，飞来横祸，悲愤交加，忍辱负重，辉煌巨著，耗尽心血。好，那通过这些词语，我们能读懂了什么呢？司马迁他怎么样？来，陈冒雪带个头。司马迁努力读书，司马迁为了写史记努力读书，四处游历，说得很好，就这样说，明白了吗？来，谁再来？陈金华。司马迁为了写史记努力读书，四处游历，牢记父亲的嘱托。说得很好，用了三个词。来，谁再来挑战一下？好好的把语言组织一下。来，方浩宇。司马迁因为一位将领辩护，导致一场飞来横祸降落在他的身上，他悲愤交加，但他忍辱负重，终于完成了一部辉煌巨著史记。这部史记是他耗尽了毕生的心血而完成的。说的真好，真想给你点赞。好的，我们说他用了这么几个词语，是吧？好，难度加大，用上这些词，尽可能多的用来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，自己把语言组织一下。是他
史记》，来告诉我，陆丽，前无古人的著作，说完整，这是一部，这是一部前无古人的著作，说得好，来，还知道了什么？你说，这是一部由五十二万余字的辉煌巨著，说得很好，五十二万余字，说明了。字数之多，还有吗？来，你说。司马迁写的写史记整整用了十三年。整整用了十三年。说明什么？时间长。时间之长，还有没有？来，方浩宇。这是一部他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写成的著作。毕生的心血是多久？一生，对，正是司马迁的一生。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文字，我们看到刚刚大家提到的这些我都用红字标出来了，我希望大家读出这对这部史记的那份那份什么赞叹，对的。好，来看着这个大屏幕我们来读，就这样，行，就这样，司马迁发奋写作，用了整整十三年时间，终于完成了一部五十二万字的辉煌巨著《史记》。这部前无古人的著作，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，是他用生命写成的。这里有个词叫前无古人，怎么讲？来，你说，秦茂学，没有人写过的，没有人写过的，在此之前没有人做过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同样也知道这句话还有后面一句叫后无来者，这是对史记最高的一种赞叹。那么这么一部辉煌的巨制，司马迁在写作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知道他经历了很多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把书打开，来简单说一说司马迁他为什么要写这部史记呢？自己来这个读一下第一自然段和第二自然段，自己读，用简单的语言概括一下。来，我们谁来说说看，司马迁为什么要写这部巨著呢？来，樊佳宇。哦，这里面提到，就是司
父亲的嘱托。好，请坐下来。父亲是如何嘱托他的呀？来，这段文字，父亲嘱托的这段文字，谁找到了？来，于硕给大家读一下。司马迁临终之时，泪流满面的拉着儿子的手说：“我死之后，朝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，你千万不要忘记我平生所要完成的使命。”嗯，好，来，这段话是在司马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说的？临终之时，泪流满面的拉着儿子的手说：“我死后，朝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，你千万不要忘记我平生想要完成的史书啊。”父亲一心想要完成史书，他没能完成的遗志只能由儿子对的儿子来完成。还有吗？来，李思伟。受古代英雄还有父亲的影响。哦，受古代英雄的影响还有父亲的影响是吗？我们来看一下文字，司马迁生活的环境是怎样的？黄河那边的龙门，他从小就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，心里十分激动。对英雄故事的影响，我们喜欢听英雄的故事吗？是啊，那我们听这些英雄故事内心是什么样，怎么样的想法？激动的。当司马迁听到这些英雄的故事的时候，他会作何感想呢？来，他会想什么？每天听这么多丰富的故事，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来，方宇哥，完成一部史记。这时候他就想完成史记了。听着这些故事，他最想做的事情。好，你先坐，来，身子好。长大以后成为英雄。长大以后怎么样？也想成为英雄。哦，也想成为英雄，就是听英雄故事最直接的感受是这样的。哎，说的真好。来，魏翔照，你说。小孩也英雄故事听了。把这些英雄的故事记录下来，代代相传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说的真好。那我们说司马迁，他受到英雄故事的影响，然后父亲的嘱托，最关键的也是他自己怎么样？自己他勤奋，对，他的勤奋，他自己有这份理想。我们来看一看，为了完成史记，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？文中特别多的词语，我要求大家用四字词语的方式来说说看。为了完成史记，他付出了哪些努力？知识的积累是吧？资料的积累很好。来，再来，来，李梦贤。广交朋友，积累资料。广交朋友，积累资料。《论语》中言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”还有吗？来，张佳宁。整理史料，搜集资料。整理史料，搜集资料。对于这些搜集来的东西，他要进行整理，是不是啊？说得很好。还有没有？来，司马雪，研读文献。他要研读大量的文献。好，你补充。
努力学习充实知识。嗯，努力学习充实知识，这都是司马迁他的这个努力，是这样吧？我们说一个作家要完成一部巨制，他会付出非常多的这个努力，但是对于司马迁而言，他付出的不仅仅是努力，他还付出了什么呢？来，把这个岁月要求谁来读一读？石金华，认认真真把课文第三节读两遍，边读边思考司马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表《节史记》的，结果怎样？哎，边读边画出相关语句，适当做批注。嗯，下面有我的小提示，我来念。接下来，司马迁在写《史记》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哪些打击？这真是他的发奋之处。他经历了些什么？自己来读一下二三自然段，边读边做批注，批注，两人可以商量一下，都可以。来，开始。
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而是经历了常人无法接受的一些经历，是吗？来说说看，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写史记？来，我们积极一点。来，刘子祥。我妈妈当初就是在写史记的时候，队长回来后，我然后给我看，说他说原来司马迁因为替一位将军屈辱，得罪了汉武帝，故意受了不敬。什么护？替一位将军屈辱。好的，那在这个刘子祥读的这个文字当中，来，刘子祥继续站起来。司马迁经历了什么？经历了。他受到了酷刑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被一位将军辩护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字，他为哪位将军辩护呢？当时的一位将军叫李陵。坐下来，我给大家举个讲，因为当时的事件，当时李陵出兵攻打匈奴的时候，经寡不敌众，被迫投降，消息传到朝廷，汉武帝非常生气。当时司马迁想到李陵一贯的为人，便仗义直言称李陵投降有一定的客观原因，汉武帝便迁怒于司马迁，对之动用了酷刑，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李陵事件。这里面的这位将军，他就是李陵，他不仅受了酷刑啊，他不仅受牢狱之灾，他的酷刑也是非常的残忍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，这里面的酷刑呢，又称为宫刑，说的简单明了，就是司马迁他变成了一位太监，一个太监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身体和心灵受到摧残的一种酷刑。那我们来。把司马迁他经历这个酷刑之后的感受来读一读，谁来读一读？再一起来，我们把感觉积蓄一下。来，原来司马迁因替一位将军辩护，写。原来司马迁因为替一位将军辩护，得罪。唯一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？顽强。
受到英雄故事的影响，即使受到了挫折，依然要忍住。对的，受还有父亲的嘱托没有完成，他要怎么样了？对，他还要有自己的理想，对，完成自己的抱负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但想到《史记》还没有完成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什么念头啊？死亡这个念头，是不是？这里面呢，司马迁有一段非常让我们铭记的一句话，叫什么呢？来，谁来读一读？来，沈阳侯。他想人总是要死的，有的重于泰山，有的轻于鸿毛。我如果就这样死了，不是比鸿毛还轻吗？我一定要活下去，我一定要完成。看不清了，这部史书，我一定要完成这部史书。好，先坐下来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节文字的这个几个标点，后面几个标点，它提示我们该怎么样来读这句话，自己练习一下。有的重于泰山，有的轻于哪个情感不一样？来，谁来好好的把这句话读出？来，樊正威。他想，人总是要死的，有的重于泰山，有的轻于鸿毛。我如果就这样死了，不是比鸿毛还轻吗？我一定要活下去，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。嗯，好，接下来，来，我们一起来，来。人总是要死的，人总是要死的，有的重于泰山，有的轻于鸿毛。我如果就这样死了，不是比鸿毛还轻吗？我一定要活下去，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。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位怎样的司马迁？坚持不懈的，忍辱负重，坚持不懈的，百折不挠的，忍辱负重，对，忍辱负重的司马迁。司马迁他的经历足以把他整个人击垮，但是他因为史记没有完成而坚强的活了下来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这就是刚刚司马迁的这句话。那我们说，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，死于泰山重于泰山的人，你觉得一共有谁呢？来，想想看呢。来，你是李思伟、王泽东。啊，伟人是吧？嗯。你说呢？钱学森，我印象当中啊，我们在学习钱学森这一课的时候，一个美国这个军官是这么评价的，他说五个师都比不过这个钱学森，是不是？所以说钱学森，他这个人。应该说为因为贡献大，那我们说他如果他的这个奉献是特别大的，是这样吧？那轻于鸿毛的人呢，你觉得都会有些什么人是他的死就是轻于鸿毛的？小人。那你印象中谁是小人？你说秦桧，大家知道吗？秦桧夫妇跪在他们的铜像，跪在江边受世人的唾弃，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不是说在一些这个我们大家都除了一些小人啊，一些叛徒啊，这些人的死都会是轻于鸿毛。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学习课文里面这么一句话说，孔子论水的这里面就或方或长，这个或和这里面的或，它的意思是怎样的呢？一样的，怎么理解啊？叫有的，那我们说
司马迁，他战胜了自己，他让自己勇敢地活下来。接着他做了什么？他发奋写了史记，是这样吗？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，我给大家读一读。平静下来之后的司马迁，他尽力克制自己，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里，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，在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。司马迁写史记的过程是不同寻常的，是吧？我们展开想象力，在牢狱之中，狱卒们会羞辱他，他会怎么做？来，想象说话，自己看一下，各位告诉我怎么说。可以出声，可以醒醒。有的忠于泰山，有的轻于鸿毛。面对狱卒的羞辱，他用刚刚的话来鼓励自己，是这样吧？好的，坐下来，来继续。你说，在酷暑难耐的夏天，在昏黄的油灯下，他不管环境多么的恶劣，依然坚持完成史记。在酷暑难耐的夏天，就像我们今天这种事，我们不管环境的恶劣。司马迁也不管和环境的恶劣，一心只想写史记。来，再来，谢思雨。他在大雪纷飞的严寒里，他不怕严寒，依旧完成史记。依旧完成史记。我听出来了，不管外界的环境怎样，不管他人给他怎样的羞辱，他的心中只有史记。对，只有史记。那此时此刻，我们对司马迁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呢？敬佩。对他是敬佩的，对他是怎样的？崇拜的，是吗？好，大家呢带着这些情感，把第三自然段完整的自己来亲身读一读。有了这么深刻的了解，他是令我们赞叹的，是令我们敬佩的，是吧？当他面对这一场飞来横祸的时候，依然可以从容的完成史记。那史记是他的毕生心血，我们对于这部史书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，再一次以自己饱满的情感读一下，最终的结果。是这样，司马迁发奋写作，用了整整。
煌巨著，是今这部前无古人的著作，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，是他用生命写成的。你们这个读书声中，我听不出那种非常的这个感叹，非常的敬佩的情谊。来，再来一次，来，就这样。司马迁发奋写作，就这样，司马迁发奋写作，用了整整13年时间，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辉煌巨著，史记。这部前无古人的著作，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，是他生命写成的。司马迁这辈子只有一件事，写史记，就是把这部史记写好。那这部史记也受到了后来人的一些赞叹，我们来看一下后来人对于他的评价。这是鲁迅先生对于史记的评价，叫什么呢？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这是多高的评价呀。来，再继续，中国24首之首，它还是中国正史的鼻祖，它开创了中国史书的集体力。在司马迁的这段经历当中，虽然是充满着悲剧色彩的，但是不失令人振奋之气。对，这是后人对于史记的评价。那我们说史记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故事呢？我们有大家司空见惯的一些故事，来看一下一个知识积累。你看一看这些故事，大家可熟悉的，自己读一读，积累一下记记。我今朝拜周殿，纸上谈兵赵佗，指鹿为马赵高，四面楚歌项羽。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，这些故事都源自于史记。对，都源自于史记。那么在历史上像司马迁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，照这个例子来说说话。发奋是什么？是司马迁遭受酷刑之后忍辱负重写成的辉煌巨著史记。来，给大家前半句，发奋是谈迁怎么样？金谷之语来说说看。来，拿出笔来，在后面写一写。发奋是司马迁，来，我们用语言表达。是司马迁，是谈迁，发奋是谈迁。你说，发奋是谈迁，因为之前他写的不确为什么不得，但是他后面其实变完成了全。是谈迁，发奋是谈迁，用了20几年的心血完成的。确实，对的。来，发奋是海伦凯勒，想想海伦凯勒的经历。发奋是海伦凯勒在无声的世界中创造了《假如给我3天光明》。在无声的世界当中创造了《假如给我3天光明》。你知道海伦凯勒他是双耳失明，双耳失聪。像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，大家看完可以去积累一下，明白吗？好，那我们那个史记中的故事还有很多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阅资料，再去找一找，有明白吗？好，下课。Yeah. 咱们再见。Wow.